上面派来定我们了。令恒秋、萧天启，除倭寇，誓不休。汪府、江山，居恶魔，敢撒一枪，诛华胥。 军官长，全部动工！放下！嘿，放下！嘿，疯子，我要你速上军事法庭。疯子，愿意接受狄官长一切惩罚？只有把你用了。那只小分队现在哪儿？那两枚国旗上，把电影发片，到哪儿？